该怎么穿才是正确的呢？请问一般游客在日本穿浴衣的时候，应该要怎么穿才不会变成寿衣呢 ？A 左上右下 ，B 右上左下 ，C 没有分别。我的答案是左上右下。外婆以前教我们就是说一定要右。右上左下就是寿衣的穿。我会帮你，你没关系。我是好相处，不是没脾气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